街吼，啊上游六电梯甲白水街，啊今仔日咱环境吼甲水利局吼来就是咧讲这个白水街吼这个疏浚的问题啦吼，啊这个有咧进行啊吼，我是希望讲弯弯市区吼这青玉桥上游街吼，啊车吼拢做甲要差不多啊吼，啊还佫实在无事吼，啊水吼一直会冲对这边过来吼，希望讲河山江吼甲咱重视一下，啊再做一个整体一下。啊，疏浚哦，嘛是爱疏浚，啊无咧，流水河流落来土吼，哦有够侪啦，所以讲，即对咱的这个白水溪吼，淤积吼会越来越烦吼，爱造成啊迄个是啊水灾啦，我希望讲即拢爱去别个咧改善。北溪伫青叶桥下游这部分吼，啊目前五二局已经开始来征收遮的用地，啊准备要来赶紧要来。啊，疏浚青叶桥下游这带迄个集水溪，啊，主要就是讲哦，啊，今年阮有参迄个五二局局长遮哦，欢迎就是讲，因为顶游北河水口已经被开始设计的啊，新永续的改善的这个工程哦，有设计排沙隧道，啊，前瞻计划内底哦，可以设计绕固排沙的这个隧道，阮是较欢乐的讲哦，啊，顶游这个。北河水口诶，这个排沙的这些的功能完成了以后，下游的这些的清淤跟改善，柯林嘛现在同步来进行。那也很感谢五二局哈、迅速的回应了地方的这些的反应哈、那已经开始在进行我们青叶桥下游这一段的征用地的取得以及后续的疏浚的工程。